热量更低的去皮鸡腿，一个只有106卡，香辣味的，太好吃了。一个鸡腿是80克，里边都是这种小蒜瓣肉，吃起来特别嫩滑。开袋即食，稍微加热一下更好吃，就用那个热水稍微煮一下烫一下或者蒸一下，每个大包装里边还有一个这个小的独立包装的，这个携带更方便。然后咱们奥尔良味的，这个是奥尔良的，奥尔良味的它这个热量是117卡一个，你看它这个肉质里边全都是这种小蒜瓣肉，吃起来特别好吃。不腥不柴，冲吧姐妹们。